欢迎大家来到腾讯视频，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六季。下一站香港，这次我们要全面聚焦香港大律师行业，全方位的领略香港文化。香港呢，它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个法律体系，而且它的这个体系的复杂程度超出我们想象。对于所有的实习生而言，难度更大的国际化的竞争舞台。The reasonable doubt against the conviction witnesses yesterday. The allegation of a woman being subjected to. Because you never know who the judge is and how difficult they're going to be. 咁就第一個就係尋日被拘捕嘅。你聽我說。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因為前一次。不是理解不理解。再次申請保釋的可能。我哋唔會考慮俾佢保釋。他們要去偵查，然後獲取這些證據。你看這個血。就是物证应该都被带走了，所以那个血到底是谁的呢？坦白讲，我有一些失望，怎么会做成这个样子？要求越高的时候，你表现可能越差，就不够好。但害怕令你失望，大家都非常非常尽力了，完全没有想好怎么去打。压力太大了，他可能还在适应这个环境，适应这个进程。你们要知道，你选择的这条道路并不是非常平坦的一条道路。我想要拼一下，造起来啊！我没有其他的退路了。现在不睡觉我也给他整出来。我都准备的这么努力了，不应该输。就是要这样吗？他从痛苦中能受益，好事儿。文汉加油！支援五分钟还是赶稿啊？辛苦，一起加油，一起加油。我们不支持立法，不代表不立法就不能去做好人好事。会送人暴心者，不可使其动力欲负。有更多的情况下，他可能会在法律下被判有罪呢。哇，要放大招了。大律师他主要就是精工于我们法庭的辩论。这个行业为民请命，也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啊。其实你要是做律师的话，你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大心脏。拼尽全力就不会后悔。今年的 offer 全新升级，全面聚焦香港职场，香港大律师行业。他们第一次碰面是在法院里啊。现在我也将会公布我们第一个课题。这就来了。你们将会听到一个审讯。听人家那个打官法，记笔录。I suggest there is a suspected case of perverting the course of public justice. Objection. There's no ground for that. Are you the fraudster? There is no basis for this allegation. Withdraw. Please don't try to second guess. Pure speculation. No, Your Honor. Objection. Objection, Your Honor. Objection. There's no ground for that. 感觉脑力已经枯竭了。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是，我们只会通过两份合格的报告。地狱开局，同学们加快速度哦，我们还是要注重效率的。他们不交，导师也不能走。洛欣是交没交？要交了。然后婉婷现在在疯狂检查。我预测罗伊还先交。他交了，是个男生哎。但不一定第一个过，对吧？我觉得他的视角不错的。就是光大律师非常喜欢的那句话。我想讲他说的点就是我所有想要的点，我们经过讨论之后决定是会过吗？这里有一群与众不同的人，他们是热血的斗士。为什么我们说打官司要有一个打呀？这就是一个 fight， 也是冷酷的刺客。Well, Mr. Lino, this whole incident happened completely due to your negligence. If it's not your negligence, you are part of this scam. 他们令人崇拜。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现在可以跟师傅出去。也被人厌恶。我把哪个人定罪了，被告人的家人回住，你把儿子还给我，你不如问问你的儿子干了些什么吧。对，法庭就是大家寻求公平和公正的地方。Call
他们用自己的专业和信仰捍卫着750万香港市民的生命、财富、公益、自由。当你站在法庭的时候，你不单是准备一个案件，而是你身后这份信任。我们律师处理的不是一堆文件，这背后是一些生命。开阔自己的眼界，跟这个世界接轨。他们被称为大律师。最优秀的法学生踏上了中国香港的国际舞台，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同时辅修了经济学双学位，本科和硕士都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非常优异的成绩保送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来到了港大就读法律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毕业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读的是法律和电影双学位，我是香港中文大学法律本科的应届毕业生。之前有来过香港吗？今天是我第一次来香港。下一站，香港西九龙。年轻人的出发从来不是好奇和向往这么简单。语言 And relief of one victim should not come at the cost of another's life.And it would be cruel for her to be sent to prison for her murder on so many doubts. 环境，佢都困咗一日啦，咁佢情绪有啲好似唔好稳定。这个拖痕压根不是拖人的痕。哦，这不对劲。这就是坍塌的教室吗？勇气，越来越质疑自己。我这辈子没有为什么东西熬过一天只睡两个小时，第二天又只剩三个小时。我觉得啊，你还是一直在进步的，这个我绝对觉得是这样的。你更多的你要勇于说把你的后背给到你的队友，然后让你的队友去承担一些，我觉得其实是 OK 的。我 trust you 啊，我也 trust you。加油！无论如何，先击个掌。来，耶耶！辛苦，一起加油，一起加油。当 TVB 的剧本写进现实，他们是否准备就绪，成为那冲上云霄的唯一主角？做律师要做一块坚硬的石头，法律也相当于一张盾，可以去守卫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不向往在香港成为一名大律师。世界上真的有一条路可以通往所有目的地，而这条路就在香港。我想成为公益律师，我希望自己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紫荆花开，热血依旧，向着大律师前进。做人爱拼才会赢。崩溃的领导和崩溃的下属，哪一个更可怕？还是我崩溃吧。崩溃的领导吧，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同事甩锅，你会默默接受，还是当场反思？哇，那肯定是当场顶回去。我职场修炼多年，现在这个顶锅的技术已经非常的娴熟。是 PPT 达人还是 Excel 达人？我是 PPT、Excel、Word 的三达人。设想下日后招实习生的标准是什么？性格开朗，专业扎实，对法律感兴趣。来参加 offer 录制的实习生在第一案当中表现垫底，7天之后他被留下了，因为在第二案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收到了另外一个 offer， 于是去另外的一家公司面试，然后在第7天的时候，他以客户的身份被留下了。咖啡提神还是茶提神？咖啡。拿铁还是美式？Cappuccino。 做新闻倾向，做突发情况类还是人物专访类？突发吧，刺激一点。崩溃的领导和崩溃的下属，哪个更可怕？啊，那还是领导吧，因为我控制不了他。同事甩锅是默默接受还是当场反击？哇，我不知道，看心情吧。
还有看那个事大不大，小事我就可以算了忍，大事我就不行，反击。独立办公室还是格子间？哦，独立办公室，但是我也会出去跟他们玩。喜欢个人战还是团队合作？团队合作，效率会快一点。嗯，手腕势力的实习生并没有气馁，不断寻找自己的不足，谦虚地向同事和导师请教，最终赢得了认可。咖啡提神还是茶提神？咖啡。崩溃的领导和崩溃的下属哪个更可怕？能不崩溃最好。同事甩锅是默默接受还是当场反击？当场反击。加班吃汉堡还是煲仔饭？煲仔饭。 PPT 达人还是 Excel 达人？ PPT 达人。独立办公室还是大家一起做格子间？格子间。喜欢独立完成工作还是团队合作？团队合作。参加 offer 录制的实习生，他在第一案中表现垫底，但是七天之后他拿到了 offer， 请用三句话补充完成故事。在后面的表现中，他稳定的心态，找回了信心，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 KPI 反常。我也想知道谁能坐我的位置。无论何时都不应该失去法律工作者的本性。我只示范一次什么叫职场的极致。我们的每分每秒都是委托人的时间成本。来腾讯视频预约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六季，转战香港，律政再升级。我方认为必须要来腾讯视频看 offer， 不但能够获得职场知识，还能成长。这么精彩的节目，你会沉迷其中不能自拔。看了之后，你还会喜提 offer。看了之后，你会得到升职加薪的 tips。来腾讯视频预约令人心动的 offer， 转战香港，律政再升级。大家好，我是张伟，一个快乐的音乐人。我是何运晨，一个严格的法律人。万丈高楼平地起，成功得靠您自己。职场就是教科书，入职还得靠智取。来腾讯视频预约令人心动的 offer， 转战香港，律政再升级。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it must be seen to be done。正义的实现要被看见，梦想的追寻也要被看见。来腾讯视频预约令人心动的 offer， 转战香港，律政再升级。